1号车底带第一杆一库啊，叫5号车中带。这球为什么叫五呢？因为现在这个6、7、4都不够啊，咱们打五的话给借八进嘛，是不是？借八进的话，完了把那俩球给带开啊。这球冲着黑八的左边发力啊。那这球你看看，6号出来了吧？6号出来了，但是难点啊，7和4还不够啊。7和4不够的话，这球我看看要不要找个机会一会儿 K 一脚啊？咱们打3高杆优赛，能不能走这儿来叫二啊？这球。小旋转这一块完了，没走出来呀，没走出来。这球7号球翻个中试试吧，这球打7 K4。这球看一下啊，翻中。哎呦我这球太硬了，这球这球翻进以后2号就刚刚好啊，那这球整平台了。这球这球打二的话带着小低杆一点，叫到6就行呗。打6的话呢，小低杆一点叫4。这球4号推进，黑八中带稳稳的了。这球清台了，给人家高杆。这啥台球老铁啊，你相信吗？是不是一切皆有可能啊？这球来一个高杆的一个库西啊，一个库西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你学废了吗？一个字，绝！点个关注吧。